写到自己的承诺，后面等一下一个落款又要改一次啊，等于承你要在这里面出现两次啊，签字文不会出现两次，是因为落款要这个字，所以会出现两次，所以第二次就不能长这样子。上下叠的啊，那你就自己要注意一下，上下叠的竖画就不要太长，免得叠不进去。那女的这个一定要够长，这里有没有长横？没有，那你可以去做一点效果啊。稍微再大一点点啊，两个写不一样。落，啊，来一个超轻的。放轻松喽，下面这一行不用写啊，因为以前就是没有那一横了，所以不用写。那你现在要写也可以哦。我一直强调，现代字一定可以写，古代有出现的字也一定都可以写啊，没有对错的问题。飘飘啊，飘，这都要写立起来啊，长得比较高啊，不然这边要留着啊。连续两个风啊，我的建议还是要写不一样啊。不管你会不会，就是要想办法写不一样。有，跟上面那个不一样，好，那看起来就不太一样了。有点点画流动，点虽小，但是它要有流动的效果啊，这样看起来才灵动。高一点，坤，好，独，他的全一向都写得非常的独特。
要拉长的。磨，哎呀，再敲一下，反正储水梁嘛，多敲几下，就看起来更像。我写字器有点太规矩，没有办法像储水梁那么的灵动哦。上面是鱼，哎呀，那鱼那鱼都这么写啊，都不好意思帮他改。弧度啊，弹性啊，储水量。做的都非常的漂亮，这就是他能耐，读一样，言字旁不要伸过去啊，留一半。这个他写读的时候，上面应该是是啊，不过主税两都写成图啊，就他的个人习惯。那我们就去模仿一下。弯的话圆，这里就不用长了，这里伸长就好了。这个习惯，拉开，伸下来，伸长。左邻右不连，左邻右不连。难，这也是超难写的字。笔画这么多，就让人家望而生畏呀、啊！看了就觉得，哦，这个怎么写？好，下面没点没捺啊，可以，没点没捺就可以捺了。